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8月17号星期六，农历是7月17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师傅，弟子给你请安了。啊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我先把这个背掉。啊，谢谢。师傅，今天看图腾对吧？是的是的，嗯。我想看63年的兔子，我做梦就是永远是黑的。师傅，你上次说过，说是我被他阻止了我通往阳间的路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几年属兔子啊？63年的兔。哦，哦，他经常在你身上哦，嗯。对呀，我非常难受。啊，他。这个灵性一直在你身上了，你明白吗？那师傅，我该怎么办？给他念掉呀，没办法的呀。嗯，师傅，我念多少章？你给他念了多少章了？已经？我记不住多少章了，我就一直在念，我也不上班，我就在家拼命的念。先给他念280章吧。嗯。280章。嗯。我许愿到年底之前念个500章，含在这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师傅为什么做梦总是黑暗的呢？在下面呀，他拉住你呀，在下面呀，嗯。啊，那我忏悔应该说。忏悔嘛，你就忏悔自己过去啊，啊，我做错事情了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我忏悔啊。然后化解一切冤结呀，要讲的呀。好的，师傅，那我许愿念10万遍解结咒可以吗？解结咒一般呢是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死掉的都是靠小房子，啊，因为灵性上你生的话就只能靠小房子和那个礼佛大忏悔文。好的，我明白。师傅，现在我就是胃肠就是大便特别费劲，便不出来，好像被什么堵住了，跟他有关吗？有的。啊，那我就拼命的面对。你现在还有我这个左腿的。还有啊，啊，你要注意，你要多喝水。嗯。啊啊啊，师傅。还有。好的好的。你这个现在那个肠胃啊。肠胃你要多吃一些那个润肠的东西的。嗯嗯嗯嗯。好吧，嗯。感恩师傅。你可能油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，我这脚，左脚这个脚踝这种永远是冰凉的。这个倒没关系，这个泡泡脚就可以了。啊啊啊啊！感恩师傅，我想问一个亡人在哪里？何荣，光荣的荣，三点加一个可。何就是姓何的何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一个单人加一个可字。在阿修罗道。啊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嗯。业障自己背，感恩菩萨。坚持，你已经，啊，坚持，他已经不是一天到晚在你身上了，已经好很多了。是是是是是，嗯，师傅。哎，你要是像过去的话，他要是你不念小房子，他会缠到你死的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师傅，是你救了我，我知道，嗯，没有心灵法门，师傅你救我好几次了，梦中经常在我梦中，嗯，有的时候你变成斗战胜佛还跟他们打斗。师傅，嗯，我真的是他梦见我身上有这有那，都是师傅你在帮我，经常在梦中出现，我非常感恩师傅。你要自己要懂得，要修心，要坚持，要坚持自己的理念，嗯，要坚持修，你才能消掉很多心中的魔障，明白了吗？否则的话不行。明白明白，师傅。好吧。我现在专心致志地每天看5天白话佛法，嗯，认认真真的研究。很好很好，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嗯，就这样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啊，谢谢菩萨，谢谢师傅。再见。我的业障自己背。再见再见。师傅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哎，陆台长，你好。你好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帮我打通电话，感恩陆台长。嗯，我是1988年的龙，
请帮我看一下我图腾颜色还有我的婚姻。1988年的龙是吧？嗯，是的。1988年的龙。啊，你这颜色是双重的，黑白的，嗯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嗯，还要看什么？嗯，还看一下我的婚姻。1988年呢？1988年，然后我的先生是1987年。你是属什么？你先生属什么？我属龙，他属兔。哦，不是太好，两个人吵闹蛮厉害。嗯。嗯，他去年，从去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和我分居了嘛，他就抽泣了。嗯，很厉害。他有些话就不能讲了，他有这个不好的缘，他有那个其他的缘分的呀。嗯。对对对，这个我知道的，他就是有这个缘分了才出去的。啊，这个女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就是了。嗯。我那时候没有接触佛法，还和他吵架了，我现在特别后悔。嗯，你跟他吵了嘛，他就借机会就走掉了呀。嗯，对不对啊？跟那个女的也吵了，跟他也吵了，然后我想请问一下，他还会回来吗？嗯，跟你缘分还有一点点，不是很多，他还会有些挂碍。我看他好像在他，我现在看他的图腾，他脑子里的对你的意念还是有的，他会时不时还会跟你联系联系的。嗯，他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，就是孩子牵扯。对呀，他是不是还跟你经常保持一些联系了？嗯，他就是，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个女的和他吵架了，他就来找我。对呀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嗯。所以你要坚持呀，你这只能坚持呀，好吗？嗯，好的。嗯。那我这个我身体上有没有灵性啊？哦，身体上有灵性哦，你肠胃里都是活的海鲜哦，过去吃的。哦，是的，以前吃过。嗯，你赶快多念往生咒啊。嗯，好的。好吧，腰不大好，腰啊。嗯，经常酸。哎，你现在想通了吗？就放下，他回来了吗？菩萨保佑，不回来吗？也就这样了，对不对啊？也没增，也不增，也不减呢，对不对啊？嗯。对对对，好了。哎，我眼睛里面有没有灵性？因为我在有一次拍照，我看到黑影。啊，就是身上一点闪灵呀，没关系的。他们到处跳，我的孩子，他们到处跳，嗯，那些灵性闪灵到处跳的。我的孩子有没有超度的？哦，你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啊，那就一个就没超度的。哎，没走，没走。嗯，好的。感恩卢台长。好吧，好好念经。嗯，好的，啊，好的，好好念经啊。嗯嗯，好的好的，好，我今天准备了参加卢台长的法会，下半年的。哦，好的，自己。嗯，好，感恩卢台长啊，再见再见。嗯嗯，好，再见，感恩你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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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太好了。你好啊。谢谢卢台长。你好。那个。您给我看一个83年的猪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83年的猪女的。83年的猪女的。好了，想看什么讲吧。他呀，就是现在出门吧，他老觉得外边的人都在觊觎他。等等啊，我看一下。都在那个看他呀。笑话他呀，老有那种感觉。啊，他有一个灵性在他身上，他有点忧郁症了。是啊。他已经忧郁症了。嗯，对啊，您看这个灵性是。像舅舅。像你的，像你的兄弟。嗯。兄弟。就是你的哥哥或者弟弟，有没有你妈妈有没有打胎过孩子啊？我的妈妈。啊。就是还是我本人打胎过，还是说我的？你的妈？妈妈呀。你的妈？我妈妈，打胎过。打胎过，有男孩子啊？
我们家是四个女孩子，没有男孩子，但是打胎的就不就是男孩子，就是打胎的那个是啊，死掉的呀。哦，那不知道，反正我这个打胎过，但是你给他念嘛就好了。因为我特别严重，就他这个在乎外人的那个忧郁症呀，赶快给他念呀。要念多少啊？69章。哟，我们都念了有1000多章了。你饭吃到今天了，你明天还吃吗？啊？你饭已经吃到今天了，你明天还吃不吃？你告诉我。哦，是的。没脑子的，念了1000多章，才保佑他能够到今天还平平安安，只是有点害怕，否则的话他就变成神经病了。你听不懂啊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不起，我们没脑子的。好好念呐。你得看看他的婚姻吧，他今年已经36了。不行的，他现在婚姻你硬给他凑也不行的，你别伤害他了，自己也不想找。那他什么时候？他自己不想找，听不懂啊？他就是因为这个跟人交流的这个问题啊，他自己。他有自闭症啊。听不懂啊？嗯，忧郁症、自闭症的话，他怎么找朋友啊？你要把他病线治好了，否则给人家男人欺负啊！把自己女儿送过去给人家男人欺负啊！是，我也知道。脑子坏掉了，我看你啊！你先把他病念好，病念好之后不着急的呀，有缘分嘛就加，没缘分嘛就算，有什么办法啦？你硬把他送出去干什么呢？你把他送出去受苦啊！他自己啊，特别想。你叫他，你我告诉你，他自己特别想。你要叫他把，你说你病要治好之后，你才能去谈恋爱，否则的话你就不行。我看你比较想啊，不是他比较想。是。是，老实一点了。像现在这种孩子，现在有几个婚姻能够好的？男孩子好的也少，这种事情要可遇不可求的。明白了吗？那个，你看他是不是从天上下来的？他经常梦到这些上面的一些事情啊。天上经常下来的话，他身上只要有一个仙，保家仙呢，在他身上呢，他就可以知道所有天上的事情，听懂吗？他身上有保家仙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如果能够说出一大堆天上的事情。他一定身上有仙。哦，是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凡是通灵的，在他身上，因为忧郁症通灵的，就是那些灵性最容易上自己的身了，明白吗？哦，是。好了。他自己经常能梦到一些事情。好了，那就是身上有东西的呀，赶快给他念掉，好吗？嗯。好了。还有什么？他那个梦见过台长，那个给他拿了一个球，说你要好好念经，就把这个球送给你。啊！经常梦的，而且在我们家里边吧，他那个他也念经，念的也挺好的。他念经的那个写字台上边吧，有他的那个念经的书啊，还有计数器什么的，经常在那个地方，他能够看见台长的法身。啊，那很厉害的，有台长法身保护他。如果他经常能看见台长法身保护他的话，他不会疯到哪里去的，疯不到哪里去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他有的时候一赶上来那个夜市的时候，经常心情不好啊，有时候就发脾气。很正常，很正常，明白吗？那您能看看他身上那个灵性，您就说是他是我的妈妈的，等于是我的舅舅。就你的舅舅。不是啊，是你的兄弟啊。是我死掉的打掉掉孩子就是你的兄弟啊，你妈妈掉过的孩子呀，不就是你的兄弟啊？哎呀，这个人这个人真的脑子好好念经了，是一个男孩子，跟你这个女儿有缘分的。哦，好，本来出来也是很喜欢你这个女儿的。那您看看他的作业怎么做呢？大悲咒心经礼佛，大悲咒心经礼佛，还有就是往生咒。嗯，哦，好吗？你稍微开点智慧，你不要跟你女儿老唠叨，
开点智慧，让他先让他先能够觉悟，明白吗？是他现在那个我们放生还要放多少啊？放生好好放了，放生倒没关系的，随缘吧。目前先放300条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好，就这样了。好，谢谢罗台长。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哎，你好。哇，我师傅，我是1998年属虎的。看一下啊，你想看什么？师傅，我看一下我身体。师傅，你听得清楚不啦？听得清楚，我在看呢。哦，我的妈！你要当心啊！你这个、啊、你要当心啊！你很容易惹灵性的。对，师傅，我现在可能我气场也不太好，因为我那个去年就开始得那个鼻炎，到现在没好。你现在脖子上这里有灵性，你知道吗？颈椎这个地方不好啊。颈椎现在我倒不清楚，但是我去年做过梦，观世音菩萨在梦里提醒我说我那个脖子会长东西。看见了吗？呵呵。然后我取了108张小房子，够不够啊，师傅？先念吧，念掉再说吧。哦，那师傅，我这个鼻炎有没有能不能治好啊？看一下，我现在在用中药，在吃那个草药。你要记住，你前世在这个时候啊，人家有一堵墙是人家家里的，你去把人家推倒了。哦。你现在如果周围有人，比方说要你帮忙啊，这个砖头啊弄啊，你就帮他去把砖头切起来。哦。好吧，哦、把这段业还掉，你的鼻炎就会好起来了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我还以为是杀业。没有，就是过去做坏事呀，推倒人家墙呀。哦，嗯，师傅，我忏悔，对不起。你要念经的，要念经。嗯，师傅，我最近念经念的特别，就是念不动经，然后前几天。就稍微感有一些感慨之后，就梦到师傅，然后前天我就念动经了。要做乖孩子啊、哦，师傅经常来帮助你们的。对，感恩师傅。嗯，要乖一点的，师傅就像你们父亲一样的，法身经常来帮助你们，所以你们虽然离师傅很远，但是师傅法身一直来看你们的，明白了吗？我知道。嗯，乖一点啊。哦嗯，要坚持。师傅，还有我那个读白话佛法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气好像出不来，有憋气的感觉，是那个肺还是那个心脏不好啊？你要这样，你如果读白话佛法的时候呢，先可以念一个大悲咒，念一遍，然后再读就好很多了。嗯。哦，感恩师傅啊。嗯。求菩萨多给你加点能量，所以你就会念得好一点了，好吗？嗯，好，乖一点啊，你是好孩子，别人不了解你，师父很了解你啊。我知道。嗯，现在就自从那个2017年开始学佛之后，都是靠师父。嗯，很好啊，你要记住了。师父，那你讲讲我吧，我现在修行上还要注意什么事情？就是不要去跟人家斤斤计较，好吧？不管人家欺负你也好，要学会。啊，学会忍耐忍辱，好吧。嗯，不要去跟人家闹，闹到后来没好处的，好吗？嗯，我知道，我以前心胸太小，然后跟父母也是很执着不孝顺、然后后来菩萨就指点我，叫我那个心胸要大一点。对呀、然后菩萨给我取了一个名字，改了这个名字之后好很多了。嗯，是啊，菩萨都在帮助你了，所以你不要害怕，好好修心、好吗？好，感恩师父。嗯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嗯嗯，好，拜拜，感恩师父。再见啊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父。啊。师父你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啊，谢谢。嗯。感恩师父，弟子想死你了、啊。好久没打进来了。是，然后又忙一些家里的事情，所以说呢，好久没有打进来了。嗯。感恩师傅，请师傅帮助看一个1985年属牛的男的。85年属牛的男的。对，想请师傅看一下，就是说他的那个素食店分店已经开了1年了，
目前呢经营不是很好，有没有改善的方法？有什么可以改善的方法，师傅？他开了一家还是两家？这是第二家。哦，第二家是不好哎。是是是。啊，第二家风水也不好。风水也不好。哎，跑进来，跑进来那个前面有。这个天花板上有不好的东西啊，现在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家饭店过去是荤食的呀。是的，是的，啊、师傅。嗯，对。粘在寿司的，对。啊、粘在墙上都是鱼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师傅您说太对了。啊。他们就是，原来都是那个很多鱼什么，他们就拿一些那个其他那个简易的板子就给挡上了，但是还是有的。啊、还在里边的，没有用的。是是是、所以他不会生意不会好的。嗯，那请问师傅应该怎么改善呢？需要烧小房子或者放生或是贴掉、一个佛台？要念往生咒的呀。往生咒的啊，要一直念往生咒，要设个佛台。好的。那师傅还需不需要挂大悲咒来把那些不好的气场镇住呢？要的呀，都要的、而且他过去贴掉的那些图片要把它拉掉的呀，鱼的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因为不能就只要有图，你就算合在里边的话，合在里边的话，它照样这个图片照样会有灵性进去的呀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师傅您说太对了，师傅您说太对了。啊。那师傅，那应该他应该读多少张小房子，然后呢再整顿设佛台、挂大悲咒，然后呢再把那些里头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就是说改掉。是啊，改掉吧。好的好的。改啊，他要可能的确要改一改，他因为这个里边只要有鱼的图片的话，他这种灵性就在里边，他不会出来的呀，不会跑掉的。嗯、念往生咒好吗？那师父往生咒念多少呢？但他这个念很多了，至少1000遍。1000遍。好的，那师傅，那个小房子的话，它需要许个多少数字呢？慢慢念吧。慢慢念吧，好，21张一波。小房子大概要念到里边的灵性都没有，大概要600张。600张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请感恩师傅慈悲。那请师傅再帮助看一个亡人，他的名字叫于桂芬。桂呢是桂林的桂，一个木字旁，一个那个两个土。芬呢是芬芳的芬，于桂芬今年走的。鱼是什么姓？鱼啊，干沟鱼，干沟鱼。对对，干沟鱼，对师傅。于桂芬呢？对，2019年今年走的女的师傅。哦，很好，在玉界天呢。在玉界天呢，因为走的特别突然。嗯，已经超到玉界天了。玉界天了，那师傅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先念54张吧，好吧。54张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，请最后一个看一个，就是一个身体，1929年的蛇，一个老妈妈，师傅。身体不好，腿关节很不好。是是是。腰，师傅腿关节都不好。就是说前个上个月吧，就是突然之间呢，就是突发晕症，上吐下泻。然后呢，去年生日后的一个月呢，医院还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就是说这些日子呢，就是好一些了。同修给外婆念小房子，然后每月放生。要继续念。继续念啊。念礼佛大概要念，礼佛要念108遍。108遍，好的。那师傅他的关节过了吗？现在没有。我还没有，要当心注意，对吧？当心，小房子要念。好的。那师傅，小房子它需要多少呢？89张吧。89张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。跟师傅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师傅，就是上一次我们就是说想搬家，搬到离观音堂近点一点的地方吧。师傅说不要为了这些利，稍微便宜2万，尽快出手。真的，自从那个去。今年那个新加坡法会结束之后呢，就有人来看了，正好呢这个价位正好是跟师傅说的差不多，就是在1-2万之间。我就跟我妈讲啊，就算了，就赶快离观音堂近些，离师兄近些最好了。然后呢就这个房子就谈下来了，就然后呢现在正在办理过户手续，也请师傅慈悲加持。
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感恩师傅。然后还有更好的是，今天我们去看房子，看到特别合适的，离观音堂开车只要25分钟，房子什么都挺合适。然后呢，也正在谈，也请师傅慈悲加持我们，能够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过户，过到新的地方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我们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师傅，师傅，我快速问一下，就是1960年的老鼠，他身上还有癌细胞吗？因为现在出院了，医生说出院会错过最好的化疗时机，说费了好大功夫才帮他切除的，他动了个手术。1960年呢？1960年属老鼠的女的。啊，细胞还有一点，癌细胞还有一点呢。哦，癌细胞还有一点，问题不大了。哦，问题不大。好的，好的。那就是师傅，就是同修不想让妈妈化疗，那就是师傅看有没有必要化疗啊？他已经化疗过了呀，嗯。啊，他就开了一次大手术，动刀。哦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卵巢的一个肿瘤，把它切除了，好像很顺利。好像我看他卵巢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种，好像有一种像化疗过的药物啊，好像在帮他在消除。他有没有吃那种化疗的药片呢？这个我倒不清楚。你去问他，有的人不化疗吃药片就可以了。有一种跟化疗一样效果的药片，好的，明白了。师傅，他身上这个。他这个就是卵巢的这个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现在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几几年属什么？1960年属老鼠的。哦，还有灵性哦，有。哦。赶快念啊！赶快再帮他念84张小房子。84张。嗯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让他还是好好的，就是回去自己调养调养。先不化疗了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看一下1935年属猪的男的，老年人，35年男的属猪的，男的是吧？对，想看什么？35年属猪的，想看什么？就是他心脏房颤，然后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，后背有灵性。哦，后背有灵性。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173张。173张。好的。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啊。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啊。师傅再见啊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快一点啊，给你加出来的，快一点。喂。陈导你好。赶快给你加出来的。赶快。台长，神耳朵神哲学的哲翰林的翰，哲是什么哲？什么哲啊？哲学的哲。什么哲？哦，哲学的哲。陈兰的翰是什么？汉语的翰啊？哎呀，圣约翰的翰。啊，圣约翰的翰。啊。汉明的汉，三点水一个又啊？不是，好像一个。啊，知道，圣约翰的翰，知道了。男的，2018年3月晚生。阿修罗，阿修罗还要多少小房子可以敲到情节？蛮难的，87张试试看。哦，87张，好。他讲1979年阳女，请师傅开示。关于他的工作，79年的羊是吧？他的工作啊，工作你叫他换的机会是有，但是情况要到明年了才会好了，到2月份才会好。明年8月份啊。二月份啊，过了新年啊。他应该继续留在目前的分公司，还是有人能找到新的工作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2月份才能找到新的工作，现在要留着。好吧。留着。
他每次讲功都不好，他要念什么经呢？准提神咒啊。哦，几倍？108还是49？108都可以的，准提神咒。108都可以啊。准提神咒还有其他吗？叫他好好的念念解结咒，他人缘不好，这个人不大讲话的，嗯。哦，解结咒啊。好吧，他不。他跟他讲，他讲。我说他不大讲话的，叫他多念点解结咒，嗯。哦。好，明白。好了。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身上有灵性啊，念叫他念63小房子自己。63小房子。慢慢念，慢慢念。啊。他的月账有啊，明白。他的月账有多少？28。28。他家里菩萨有来吗？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啊，1977年阳历。1979年阳历。来过，来过，菩萨来过。啊，不差那个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能没时间了。感恩台长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感恩台长，再见，再见。嗯，好，听众，哎，哎呀，又跳进来一个，哎呀，真你真的是非常幸运的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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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赶快，你跳进来的，从来没有这么快过。啊，我不好意思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讲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，赶快讲。错，请看一个87年的兔。他们家刚搬的家，家里有没有灵性？87年的兔是吧？87年的兔说，就我。啊，87年的兔，啊，还可以，蛮好的，嗯。家里没有灵性吗？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就是门背后不大干净。啊，他供的弥勒佛，上次刚跳光，不算来过了吗？门后面不大干净，佛台一般，好了。好吧，啊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那师傅能看一个亡人吗？讲吧。纪然，纪是。听不清楚啊，纪什么？喂，我听不到你声音了。嗯，师傅听不到声音了。嗯，喂，哎呦，没办法。喂，师傅听不到你的声音啊。你的电话线不大好，好了，要么你写一下吧，就几号的，你打进来最后电话不好，好吧，师傅帮你看一下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喂啊，好了，赶快讲啊。好，师傅，纪吉然，纪是季节的纪，吉是吉祥的吉，然是然后的然，纪吉然，男的，2014年往生的。啊，在天道呢。在天道哦、啊，他们。念了200多的小房子，嗯，蛮好的。啊，师傅还有一个李学德，王人能看一下吗？学习的学啊，道德的德啊。对，李是李，姓李的李。男的女的？道德的德。男的女的？男的，2001年往生的。啊，这个人更高，色界天。哦，好了，不能再问了。这小房子吗？啊，这个不要，没有用了，已经到色界天了。好了。就这样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你保重身体啊，师傅。师傅，我想你了，师傅。感恩师傅，感恩观音菩萨保佑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师傅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好，我们。